各位大家好，我是 Rock， 那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无所不了夜。这个系列终于有进展了，没错，各位，我已经隔了这么久，终于有一个新的集数了。那这一集的话，要来做一个观众推荐给我的挑战，所以没错，这一集除了是无所不了之外，同时还是我们的观众推荐时间。好，那这一集的推荐有点特别，除了它已经是被我搁置了2年的推荐之外，最主要的是这个算是我很少做的，反正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绘画挑战吧，所以我这次打算来做一个剪影片版的挑战。可是你可能会想说，欸，尊不是做过了吗？我当初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有想割的那种，你知道的，就割。但是我这次居然又回来做，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觉得不同人来做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跟不同的感觉吧，所以我们这次的计时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真的想要用专辑还有 EP 跟单曲的时间来计时，我的挑战时间会跟大家都不一样。那 anyway， 我就来找出今天要来帮我计时的专辑咯。OK， 那我已经选择出今天要拿来帮我计时的专辑跟单曲跟 EP 了。那我们先从专辑来开始讲。专辑的话，我选的是 Vectroid 的以 New Dreams Limited 的名义发布的一张专辑，这张是 Sleepline， 一张 CD 的容量最大是80分钟，这张的时间大约是79分钟，所以我决定来把它当作最大的底线，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挑战时间最长就是这一张80分钟，79分半啊，差不多。然后再来是 Yoroshika 的无需为败选 Uncle， 这一张单曲大概20几分钟吧，有9首歌，我忘记多久了，但是大部分是 instrumental 曲啊。啊，对了，顺带一提，我其实剪片的时候都会听音乐。尤罗西卡的专辑不知道为什么很适合拿来制作呢。顺带一提，此时此刻盗作的开箱应该已经发布了，所以大家要赶快去看我的开箱哦。对，我就是要在我的影片里面勾商啦，勾商是什么？工商啊，智障。好在单曲，我决定我要用一个超短的单曲来让我的时间来，就是压缩到最小。原本是真的想要找这一首歌啦，可是我觉得好像太自虐了，算了，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Kitani Dazuya 的 Sad Girl。 反正这张单曲只有两首歌，那大概是6分钟左右，吼，很恐怖，我从20分钟直接下降到6分钟，我觉得这次的挑战一定会非常的好玩。好，那这次我要拿什么东西来计时也让大家知道了，那现在就只插在我们的规则说明咯。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会在放下专辑的那一刻，就是把专辑的第一秒放出去，我就要赶快开始剪辑，一直剪到我的专辑播完。那这三张都是一模一样，只要它播完我就不能再剪下去了。等到我剪完了之后，最后面的片段直接无条件删掉，最后一段加入 fade out。 那这次的 sample 是我的Fun Game合集第一集里面的 Super Mario 什么？等一下，那个游戏叫什么东西？这个叫做 Super Mario Bros. Extreme Edition。哦， Super Mario Bros. Extreme Edition，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拿这个当作 sample 来剪出我们的精华哈。大家也知道我的影片没有办法拖太长嘛，所以我会把每一次挑战的片段都只放一分钟在我的影片中。那大家想要看我的影片剪出来到底是长怎么样，有多好笑，秋心啊秋咖喱阿妈的波豆的那种感觉的话，就是要去看我的说明栏里面啊。我的说明栏会放完整影片的连结，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要去把它看完。 OK， 那我先去剪影片哦。那因为房间的关系，我没有地方可以把我的手机撑着拍完我所有的挑战画面，所以大家只能看成品哦。 OK，Now begin.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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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好，不管了，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Press any key or control 跑 shift 跳。 Alright， 这又是那种你会一直改变输入法的游戏。欸，我老实说，用 shift 来跳真的是世界上最糟的主意，你知道吗？而且我发现这游戏速度很奇怪，可是奇怪法，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现在用跑了，控制非常的滑，所以我现在 ，Oh my，Oh my， 哎、欸，不对，我现在小丸子跳不过去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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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吼！哎、欸，对，他这控制有够滑，啊啊，这里是什么？
喂喂，我穿过去好吧。啊，独孤算了，独孤九剑，你干什么好事？能不能给我一张专辑的时间？OK， 那我现在已经做完专辑挑战了。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衣服我换了，对，因为我最近真的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我挑战的时间实际上是我录前言的另外一天。你们可以在影片里面看到一些字幕，可是字幕是片段的，我没有放很多。其实，在那之前，就是在专辑结束之前，我已经剪完了，但是我不想提早交卷嘛，所以我就试着在影片里面多塞一点东西，塞一点字幕啊或特效什么的都好。那我不敢说这一个精华已经好，就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它算是可以看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我的 EP 挑战会不会更惨吧。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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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而且我发现 我不能蹲下。人家有看过哪一个游戏，哪一个马里奥游戏是不能蹲下的？啊，我现在怎么过去？跑过来，直接穿过去。欸，不对啊，我这是小玩，跳不过去啊。啊，可以可以可以，哥哥，哇吼！欸，对，他这后翅有够滑，我要吃那个可以吗？很好。啊啊，这里是什么？喂喂，我穿过去好吧。啊，独孤算了，独孤九剑，你干什么好事？OK, come on guys, 我这里第一关都过不了吗？我的技巧真的有这么差吗？哇吼！欸，这游戏是有什么问题？过不去啦！我也做的是谁啊？哦，过来过来，不要再把那独孤弄出来。等一下，哇！哦。能不能给我一张 EP 的时间？好，现在是做完 EP 挑战的我了。其实我觉得，因为前面已经有剪过一次了，所以我这一次比较有经验，说我大概知道哪里比较有重点，跟哪里比较好笑的地方，我会剪进去，然后加上一些我80分钟版我没有放进去的地方，只是比较来不及，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字体可能我没有改或者怎样。比较可惜一点是我到最后没有剪完，所以我就剪到一个程度之后，我就以一个看起来蛮有道理的地方让它直接 ending 掉了，它已经有一点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单曲挑战应该会变得更精彩，尤其是我的这张单曲可是比我的 sample 还要短的。真真真真真面碰配乐真的好空虚哦。这个叫做 Super Mario Bros. Extreme Edition。 啊，这里是什么？喂喂，我穿过去好吧。啊，独孤算了，独孤九剑，你干什么好事？好，我上来，这边有一个命，你是要我的命还是要吃那个命？OK 不OK 这蘑菇哦，我刚刚要走上面吗？我觉得好像走错了。啊，我走到底了，不是应该过关吗？还是应该碰到上面那个？不要话说回来，这游戏到底有几关啊？我无论玩到第几关，它都写一只耶。那是命，我不想。Oh my！ 能不能给我一张单曲的时间？哎，你知道吗？这张单曲只有六分钟，我完全剪不完，而且我刚开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剪法，你知道吗？
我刚才是用图像式剪法，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看说我哪一段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好不好，或者我放了字幕该怎么样，完全是在看我声音的那个波形，你知道吗？我刚刚就看说，哦，这地方比较大声，我讲话，剪下去，只是它的样子看起来就，第一它很水，第二它看起来就很像那种古时候的直播精华，有没有？就那种2012那种 Justin TV 直播组会有的。如果我今天真的做这种品质的东西，我传上去应该被你屌了要死。OK， 那我已经做完每一个挑战了。是的，我做完这三次挑战之后，我就觉得第一次感受到剪片这么有时间压力，因为毕竟你也知道，做影片啊，或是任何创作都是，其实我们要让它有品质，本来就是需要花时间去磨练的。不要这样子剪啊，拜托，这只是纯粹娱乐的而已。可是如果你有机会或是你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啊，这样子算是蛮磨练自己的。反正以上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些东西之后有没有被我娱乐到，应该说其实我觉得我剪的也没有很好，希望你们在这个不同时间下的影片下也可以看出一点乐趣啊。是你们可以翻到我的 sample 跟别人挑战，至少以尊最好来当做范例，因为他也做过一样的事。他的影片本身就已经蛮智障的，所以他其实加一些东西，他再怎么看就是很好笑。可是我不是，因为我原本就已经有这个东西，所以变成说我自己要去花心思，觉得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变好笑，或是能够变得好看，这是对我来说的课题。那无论如何，今天的挑战就到这边结束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片的话，记得喜欢还有订阅。如果你是 B 站的观众，记得给我三连。那我们在下一集的无所不聊以及观众推荐时间，再见喽 ，Adios。